主，你不停咁样呼召我哋。谢谢你做我哋最大嘅榜样。好似你一样摆上自己，牺牲自己。好似你一样降服喺天父面前。Yeah.
你嘅心有你降服落嚟。阿弟兄姊妹，你问问神嘅说话系咩？你可唔可以回应你？单单坐在这个教会，你只会成为一间行动的教会。